爱搞怪的英国举办了一场有趣的赛车比赛，除了比速度与技术，赛车的外形还要够奇怪。再看看赛车场上会出现哪些稀奇古怪的造型吧。英国日前在北约克郡的埃尔文顿机场跑道上举办了一场除了比速度外，连赛车的外形都要来点趣味性的搞怪赛车。你没看错，在赛道上奔驰的正是马桶，没错。在这场搞怪赛车中，参赛者将手推车、小木屋，甚至是马桶都装上了引擎和轮胎，变成可以在路上跑的赛车。一群年轻学生利用轮子和旧摩托车的引擎跟马桶组装在一起，成为一台可以达时速 113.5 公里的赛车，还超过了英国的汽车限速。再来看看这台卖场的手推车，59岁的工程师马特·麦肯把轮胎替换成卡丁车轮胎，再加上引擎发动，最快可以飙到时速147公里。站在上面，双手可得紧紧抓牢，才不会人车分离。除了马桶和手推车外，竟连小木屋都加入战局。这台独一无二的高速小屋，时速高达162公里，是这次比赛中速度最快的赛车。最后，主办单位 Straightliners 赛车公司宣布，这三组参赛者都算是创下世界纪录。毕竟，这平常只有在厕所及卖场才能看到的物品，竟然能在赛车场抢下一席之地，实在很不容易。